去修一个消防水泵不启动。就这里。什么时候开始不好使的？哎呦，老长时间了，就这里。现在这个都开着电嘛，就这个手动开关。就这个系统，你看，就这个手动开关。它应该自动运行的。反正他说自动不好用。一天止，二天止，手动可以启动是吧？手动应该可以启。没水吗？你一起一停是吧？刚才。一起。进过水。进过水。对。之前进过水，不好用，这是不好用之后进过水，那个水到这儿，你看。不好用之后进过水。水都没了。手动好使，自动不好使。自动应该有，这个应该有电解点呀。电解点在管道上。管道上。水泵厂家说，把电解点两根线短接，可以试一试。但是来了维修师傅，短接了也是不好使，还是不转，水泵启动不了。可以拉掉动力，是吧？拉掉动力，不用拉挡闸，不用拉。这个拉掉总闸以后，拉掉动力这一块就可以试试。这两孔肯定关着动力啊。那个是动作嘛？对对。这个拉闸，那拉闸就可以，拉这个闸就把动力电一去，光剩控制电就可以。它这个电解点，关键是电解点好不好使，很关键这一个。这应该是电解点或者是压力开关的输出信号。他们说把这两根线短接，也是启动不了。还有一点，你看啊，它怎么接那么多线呢？一个电解点压力表怎么出来那么多线呢？这么多控制线，没搞懂这是些什么线。你看啊，一捋这个线，这两路线上哪去了啊？上面有一个强启，应该是强启吧，就是强制启动的一个信号线，和压力开关输出的信号线是接在了一起。这里有两根线是从上边压力开关下来的信号线和刚才说那个强启接在了一起。我先把线头拔开，就是测一下有没有电。现在这个线上是没有电的。他们两个短接泵应该启动，就是自动启动，但是上面没有电，没有信号，它也启动不了。 N01N03 其实已经熄合了，它也没反应，没反应，还不是它的原因。也就是说，不是线的事，还是这个机器的事。电源的事。这内部是吧？电源。测保险丝，输入有电，输出有电。第二个保险丝，近线亮红灯，出线没有。再看一下，测近线确实亮着红绿灯，出来的就没有。再看第三个绿灯。这个正常。也就是说第二个保险丝有问题。那先打开第二个保险丝，拿出来这个保险丝测一下通不通。不通，这个保险丝是坏的。看一下，这个是几安的，六安的保险丝坏了。找了一个保险丝，这个保险丝是好的。测通断，顺便测一下这个压力表输出的这两个信号线，现在测量是不通的，压力表处于断开的状态。他们说这个压力表上面带有3公斤的压力，上面还有水压，所以说是不通的。如果压力过低，它就会启动水泵。去看一下这个压力表，压力表在上面管道上，他们调过，就是把压力调得很低，调到4公斤压力，现在是3.8公斤，所以说现在不启动。
那现在怎么办？把这个好的保险丝先装上，试一下。你看啊，我这装个保险丝都躲得远远的，它这个控制线一直带着电，所以我怕一装保险丝，噗呲又断了。刚才测的那个应该是感应电，你看现在测，上下测都一样，都不亮。换上保险丝以后再试一下。控制柜里没有任何反应，还是不好，是什么原因呢？保险丝又烧断了吗？保险没问题，保险没断，这么奇怪呢？保险丝换上以后还是不好，我现在需要一分钟来思考一下人生，哪里出了问题了呢？如果把这两个线短接呢，把压力表输出这两个线短接，再试一下。嘛原因呢？哪里的原因呢？再测，线上还是没有电，还是没有电源呢？那它的电源是谁给的呢？没有电当然是启动不了喽。这个应该跟上面这个信号没有关系，虽然我对这一块不太了解，但是我测的它这个输出信号线没有电是不对的，所以说还得顺着这个线号去捋，看一看从哪接出来的。往上面测还是没有电，您说没电是不是因为这个电闸没合呀？那就合一下试试。还是不好，不启动，那就测一下，有电了，但是这两个线应该同时有电，它才能启动。是因为合闸的原因吗？拉下来看一下，拉下电闸以后再测就没有电了，所以说跟那个总闸是有关系的。送上电就有电，这个保险丝也是有电的，它这个控制线路的电源从这接出来的，通过了这个保险丝，保险丝断了当然启动不了喽。然后进入电接点压力表，它俩导通水泵就能启动，那就得把这个压力表调一下，或者说让管里边的水的压力降下来，现在是 3.29 启动不了，他们说降到2就可以启动了，然后设定到4停止，那就打开阀门往下放水，放继续放，给我来放，多少个压力了？多少了？三个压力了，卸到两个看看，好了，好了，啊，不用管了，哦，管了吧，现在可以启动了，就一下主动一下被动型的，就啊，随着这么切换。哎，老宝也能起，关是吗？关了吗？关了，把那关上以后。有没有热点？
怎么六百六的电呢？那就是六百六了，就是六百六了。这压力比较合适，不用换是吧？嗯，压力比较合适。那这个保险坏了，这个。这个保险坏了。嗯。另外，它这个压力要重新设定，设定到八个压力停止。它现在设定到四个压力，水泵一开，瞬间到头，然后就停止，所以就会出现反复启动的现象。设定到八个压力，它一定定到四个压力。这要重新设置。嗯。压力表设定这一块，它没有专门的管理来设定这一块，所以我就不参与了。其实我也不会，我也没设定过。所以先这样了，感谢您的观看，请多指点。